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八十一面，第八十一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又以此诚能尽一切诸法边谛，故名为大。这继续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大乘？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前面12年讲阿含，那是小乘。从方等以后就是属于大乘了。所以诸位可以能够体会得到，49年当中12年小乘。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小乘偏重在扎根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这些呢小乘非常完备是很好的普世的教育我们现在讲国民教育这是普及的教育能奠定一个人做人的基本的条件内容是以无戒十善为根本无戒十善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只有几条。可是你要把它展开用在日常生活上你看看小乘四果四相他们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变成三千位矣你能够小看它吗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弟子规就是这些年来已经一些人呢觉悟认真的学习得到真实的利益了文字的内容一共只说了113桩事好像是比佛法里面的无戒十善呢讲得多无戒十善展开来有3000条这113条展开来能比3000为一少吗
啊，怎样展开，那是你的智慧。我们中国人讲，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就这个道理。啊，大乘佛法里面讲，一文千悟啊，这都是说你学了会用啊。啊，怎么样才能展开呢？谚语所谓何学何用啊，你会用啊，你天天想它啊，天天想我今天从早到晚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条一条就对，哪些地方我做到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到，慢慢你就会发现了，一条就变十条，十条变一百条有没有底线的呢？没有，真的没有。啊，菩萨能把十善业了变成八万三千条，八万细心是什么？就是十善业道。啊，就说明菩萨智慧，菩萨的心。比阿罗汉智慧大，比阿罗汉心要细啊，所以那才叫圆满啊！啊，十善圆满就成佛了啊！为什么呢？信德圆满流露啊，总是得要。会用心才行啊，要真干啊，真干在佛法里面还有不可思议的佛菩萨威神加持你啊，自自然然得到的感应，你真正才得到法喜充满了啊，现在很多学佛同学了退转啊，这是正常的。1000个人学佛，里头有一两个不退转的，就了不起了。啊，所以退转是正常现象。啊，他为什么会退转呢？那个人为什么不退转呢？啊，这是佛家讲的。你有没有尝到乏味啊？没有尝到乏味，学的时候学得很辛苦啊，学的时候有很多问号在里面啊，遇到挫折啊，退心是很正常的现象啊，那么学的他不退心，他能一直坚持下去的，他尝到味道了。啊，怎么样才能尝到味道？啊，古人讲的很多，讲的很简单，讲的很明白。啊，越是重要的东西越简单。你看《三字经》上就三个字：贵以专。事出世间法都重视这个原则啊，专在佛法讲是三昧也。你学无量寿经，专一心定在这上面，你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学华严经，一心定在华严里面，得华严三昧。啊，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啊，佛在《般若经》就是在《金刚经》上所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门没有指定是哪个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法门就包括了一切，啊，包括了一切佛法，啊，世尊49年所说的，包括其他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全在里头。他没有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世法例外，他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也包在里面。啊，那我们想一想，我如果是我把心放在《论语》上，一心专注在能不能开悟，难，一个道理啊。啊，古时候这是老师教学，啊，因为那个时候师生关系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真的有师生关系，现在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啊，那老师对学生的时候是负责任的，啊，负责任要把学生教到开悟，这个老师才算尽责了。啊，但是学生要不能配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师子之道啊，在现在社会上没有了。啊，论语可以开悟啊，可以得三昧也，可以开悟啊。啊，基督教的新旧约能不能开悟？能。古兰经能，哪个经典都可以，哪一部典籍都一样。啊，只要你真正懂得转，专攻一门。啊，你看看慧能大师跟我们表演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也大彻大悟了，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不能说他没有学，他学什么？给主学《金刚经》，《金刚经》。没有学圆满，他只学里的几句，你看看厉不厉害？专注那几句，他开悟了。啊，那个坛经上记载的，大家都看过。啊，他卖柴，啊，柴卖掉之后，啊，拿到钱了。要离开，那是一个小客栈。啊，走出来，听到里面有人念经，哎，他能听得懂。啊，听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就进去，敲门，啊，问里面人，你刚才念的是什么？我念的《金刚经》，哦，他听了时候有感受，他就把他听到的时候讲解给他听，啊，给张居士听，啊，他一听之后，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你看不认识字，什么都没学过，偶尔听几句，他就能深入意味呀，这个意是义理呀，味是法味呀，他就尝到了。啊，当然坛经上没那么细这详细记载，肯定的嘛，那在那谈得很投缘。
啊，谈的叫张居士五体投地，佩服他，啊，劝他到黄梅去参学。啊，他很可怜呢，家里和个老母亲，母子相依为命，啊，天天靠卖柴过生活。那他要到黄梅去学习的话，啊，母亲谁养啊？啊，这一些学佛的朋友们啊，邀了一些人，大家凑钱，啊，凑了10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够了，啊，他可以放心去了。啊，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一般人没有？啊，那这个要什么？这个要讲清净心了。啊，他的心清净，他没有杂念，孝子，心目当中只有母亲。啊，每一天凭劳力赚一点钱养母亲。啊，除此之外没杂念，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个人忠厚老成，啊，我们讲啊，思想简单，啊，第三个条件，佛经上讲他有很深厚的善根，啊，一遇到语言，这个善根呢，被他从阿赖耶识里面提起来了，啊，所以在黄梅8个月，其实他哪需要8个月呢？那8个月。是五祖忍和尚锻炼他，啊，修8个月苦行呐，重福啊，啊，佛法福慧双修啊，有慧没福不行啊，啊，福是什么？佛劳役，啊，我们今天讲做义工。三宝道场做义工是修福，啊，老师给他设计的，别人不知道，他清楚啊，他明白，啊，8个月不许进禅堂，也不许到讲堂。天天就是破柴舂米，分给他这个工作，干了8个月。啊，明白的人，这里头全是禅机。啊，不明白的人，他在那里做义工，现在的话做义工。啊，那么到最后传法，啊，老和尚把法传给他，啊，而没有传给别人，啊，没有别的，皈依转，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大乘，啊，大乘能尽一切诸法遍谛。诸法有没有边谛？没有边，也没有谛。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了，真大了，不是小啊！啊，这一句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大乘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啊，自信如何能够证得？啊，大乘经教里面，佛跟我们讲得很好，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自信就见到了。啊，每个人都能啊，不是哪个人有专利呀。所以佛说得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本来是啊，只要你肯放下，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犹豫。啊，一切众生放下就回归了。啊，就这三种障碍嘛，障碍你的智慧，障碍你的德能。啊，德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神通啊。啊，六根的妙用啊。啊，眼张开眼，看到什么？看到变法界虚空界。啊，那我们现在隔一张纸就看不过去了，障碍。啊，这是自信的本能。没起无明之前，慧能大师讲得很好，本自具足。智慧德能相好，统统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啊，起了无明，能生万法。所以，在万法里面，万法生起来了。你千万要记住，不能说它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般若经我过去看了一遍，写了12个字，我的总结啊，600卷大般若佛讲的什么？佛讲了22年，啊，里面我总结12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实在讲呢，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可以受用，不能有控制的念头，不能有占有的念头，那就叫妙用。啊，起心动念，我想占有，啊，想控制，那就造业了，这错了，啊，为什么？它不是真，你占有不了，刹那生灭。啊，我们读了弥勒菩萨的报告，啊，弥勒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也就是说，波动微细的波动现象，这一弹指里头多少个波动呢？这频率呢？
32亿百千，百千世是是单位啊。那我们用一般的计算呢，是320兆啊。这一弹指，那个频率有320兆啊。这个叫无明啊。啊，每一个波动的现象都居住三种周边，周边法界畜生无尽，这真的不只是畜生，我们眼前啊，我们六根接触到这个环境啊，啊，不止啊。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世界成就品里面所讲的，啊，就是在极其微细的一个波动里面全出现了，没有先后啊，叫一时顿现。啊，现十法界一真庄严，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换一句话说，现极乐世界，现华藏世界。啊，全是那一念的。啊，没有这一念的时候呢，自性里头没有这个现象，什么现象都没有。能大师说的。本自具足啊，我们净宗讲常寂光啊，里面什么现象都没有，你不能说它没有，为什么？它能现，只要一动它就能现，现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有啊，为什么？刹那生灭太快了，根本就不可得啊，法相唯识里面讲，宇宙之间有什么？只有识，叫唯识，唯独有识，识就是阿赖耶。啊，就今天科学家讲的这三细相，啊，他讲物质、能量、信息，啊，就是阿赖的三细相。啊，所以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呢？用清净平等觉。啊，那你过的生活就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生活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能够依教修行，你能得到。啊，方法无量无边，不是一种。啊，但是任何一种方法就是专注，这是个关键。啊，锲而不舍，哎，你就能得到了。啊，常常换的时候就很困难。常常换，常常选择路子，啊，这个就非常困难。你这一条路，啊，好像这个圆一样。你在这个任何圆这个圆的面，任何一点，只要是垂直，啊，90度垂直，一定达到圆心。到圆心就是明心见性，就一切都通达了。啊，角度不对就偏了，就到不了圆心。啊，常常换位置就很难达到圆心。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明白了。现在差的什么？是功夫不够啊！实在讲是专注不够
啊，要专注够的话的时候，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那还就是我们的放下不够。啊，越学，啊是越有进步。从哪里看出来？越学放下越多，这就是你真的进步。啊，不再有妄想了，啊，不再有分别执着了。啊，这是个初步功夫。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再起心动念了，那这功夫深了。那就不是一般的功夫了啊！所以啊，这能尽一切诸法地遍了，这个话也不是假的啊！真见到性，见到自性啊，自性是一切法的地遍，一切法没地遍。啊，那么大乘在这一句里面讲，明心见性就是大乘，啊，大乘法之所有一切法，终极的目标就是一个，就明心见性。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为什么还是为明心见性？我们业障深重，在这个世间修行，见不了性。也明不了心，啊，怎么办呢？换一个道场，换一个修学环境，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到那个地方亲近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会下明心见性，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就为这桩事情。啊，如果你有能力在这个地方明心见性了，那极乐世界去不去没关系。啊，这个都是事实。啊，这个世间见不了了，啊，这诸佛菩萨告诉我，到那边去容易。啊，头一个给你保证的，你寿命无量。啊，在这个地方寿命太短了。啊，修学在这么短的时间成就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有无量寿这个寿命，那这一生就是稳稳当当成就。啊，所以无量寿啊。是净宗第一德了，啊，没有寿命，什么都不能成就。啊，头一个就是要有寿命，你才有时间学习。我们再往下面看，啊，老居士。接着给我们说，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眼，无量无边，一世因缘故名曰大。摩诃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乘。啊，确实。这无量无边是事实啊！再看《宝积经》里面讲：“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彼甚名为大乘。”真不邪。不偏不邪，这叫真。啊，真真真就不是假的，觉就不迷呀。
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以上这一些法身大事，在华严讲经上说，华严是原教，初住以上，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分真即佛。啊，他们的知见，他们的言行，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正真正觉。信德圆满的流露。啊，佛经上有个术语叫法尔如是。啊，法尔如是，完全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一丝毫勉强在里头。啊，自然的，啊，它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大乘。啊，经典里面呢，给我们说这些大乘的意义。以上经论名大乘者，为如来与大菩萨能称，啊，大者所称故，又所称之道啊，是诸佛如来之所行，所称者大，故名大乘。啊，这是引经据典，啊，是佛在49年。啊，各个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议会，啊，所说的。又此大乘当体得名，常变为一，体无边涯了，具足对待，横盖十方，疏通三际。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先知，唯此先于诸法。那么这是讲大乘的体呀。啊，大乘法当体得名。啊，这个体是什么意思呢？常变两个字。啊，常是永恒。啊，我们常讲啊，不生不灭了。啊，遍是周边法界。我们讲，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啊，他是自性。啊，他实在讲，他不是物质，他也不是精神，他什么都不是。但是，一切诸法都从他而生，从他而现。我们要想用个比喻。啊，来对比找不到，比喻只能比喻个方法，没有办法比得真实。啊，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把电视屏幕比喻做自信，啊，屏幕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它什么也不是，但是我们频道按下去，它就现形象，音声色相全现起来了。啊，这一个屏幕，这个电视屏幕上，
可能有几百个频道，啊，内容确实是多彩多姿，非常丰富。你不按频道的时候，什么也没有，那就是自信。啊，你不能说他没有。能大师所说的，本来具足，本自具足。频道按下去之后，能生万法。啊，所有这些画面，没有一点点一滴啊，是一个像微尘那么小点，离开屏幕都没有。离开屏幕，他就不能现，他现不出来。一定要依靠这个屏幕。包括虚空啊，我们讲时间空间都从这个屏幕里实现出来的，没有这个屏幕时空都没有啊。佛经上常说的一切法，在佛法里边是用白法做代表啊，相宗的白法明门论，把一切法归纳为这一百类，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都是无数无尽的。啊，这为了教学方便起见，用这个归纳的方法。啊，我们凡夫被这个境界迷了，以为是真的，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麻烦了，迷在里头越迷越深啊。啊，很不容易觉悟啊，有些根很利的，啊，一接触，啊，他就回头了，啊，那不是一生一世的修学功夫啊，啊，总得好多世的修行，才能起一点作用啊。啊，理论上讲很简单。啊，理论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啊，迷雾只在一念啊。一念放下了就觉悟了。啊，就是这一念放不下。啊，我什么都念头都没有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落在无明里头。还是不行啊，所以这个世间不少修行人功夫不错啊，能够修到非想非非想天啊，无色界，以为自己入般涅槃了，以为自己解心啊，因为什么？他那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真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了，这不就见性了啊？其实他误会了，他并没有真放下可见的这个事情不简单。啊，走上了岔路，走上了迷途，以为是正道。啊，到定功消失的时候，烦恼起现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时候谤佛、谤法、谤僧。啊，佛骗了我。啊，说我修行
到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去见性，我全部都放下了，我见了性了，怎么又会起烦恼？这误会呀，走错路子啊，把无明当作自信。啊，那么这样的境界怎么辨别呢？无色界天里面的境界，以及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都是相同的境界。念是没有了，好像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可是这样的心是定了，对外面的事情不知道，迷而不觉，这不是真的 啊！真正的禅定不是这个，真正禅定心是定的，外面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而不迷，那就是正道，正真正觉。啊，那你所觉的，怎样才知道它是正真？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经典就是一个标准啊！你觉得那个境界，你再看看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如果完全相同，你的确是真正正觉。如果你所觉得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一样，那就错了，那你是邪觉，不是正觉，你错了啊！所以开悟之后啊，经典是证明，给你做证的，做证据的。佛佛道同啊，开悟就真的成佛了。经佛与古佛一点差别都没有啊！所以见佛如同古佛再来啊！啊，这是如来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在没有开悟的时候读经是修定，开了悟之后啊，读经是来对照我入的境界有没有错误。作用不一样了啊！那么你就想想，读经目的是在得定，你要怎么读法啊？八万四千法门，读经是修定的一种法门啊，恭恭敬敬的阅读啊，这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如果经的分量小，你就多念几遍，念完从头再念。啊，你修定的时间就长。啊，分量大的，啊，像法华、像楞严，一天一遍。啊，那一遍读得很熟也得要六个小时啊，它分量大啊。华严这是最大部头的，一般念华严经的一天念八个小时啊，它念得慢，敲着木鱼一个字一个字念啊，一部华严经
大概要一个多星期啊，才能念完。念的时候，恭恭敬敬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决定不能想经典里头的意思啊，你一扎着妄想在里头，定就失掉了啊，是来修定的啊，也就是戒定慧一次完成啊，这叫念诵啊，不能想意思，没有意思啊，用这个方法把你的妄念打掉啊，一天能够定上几个小时，没有妄念啊，这样修学个几年，妄念自然就没有了。到妄念没有了，这经就不必念了啊，方法嘛。啊，妄念能够长时间不起作用了，就会开悟。啊，不定是什么缘分，一接触豁然大悟。啊，有这种功效啊。啊，就是身体。这个东西不生不灭，周边法界啊，法界在它里面，它比法界广大啊。楞严经上一个比喻，把自性比喻作虚空，把虚空比喻一片云彩，云彩在太空里面，虚空大还是云彩大？佛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虚空在自性里面，就像云彩在太空自信是真正的自己啊！啊，这个要知道啊，学佛就是回归自信啊，体无边涯，体是自信，具足对待，这句话重要啊！对待就是对立啊。我们今天讲相对，没有相对的啊。我们今天见不了性，这也是严重障碍。为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对立的。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天地万物都对立。啊，诸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没有对立的念头。我们要想成就，从这个地方下手，也是很好的一个门道啊！见惑里面，这个五大类啊，身见很难断，啊，边见从边见下手，边见就是对待。啊，我们要学，可是这里这个要有理论依据啊。为什么我能跟一切法不对立了？你首先要肯定
一切法跟我是一体，对立才能没有啊。这个一体，这个说法，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我们老祖宗说过啊，老子里面讲过，老子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老子讲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还原观上不是讲这个吗？啊，你能说老子不是佛吗？他怎么能说出这个话出来？啊，能说出这个话出来的话，他还有对待吗？没有了。啊，确确实实啊，在心目当中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浑然一体。啊，心得才能显出来。啊，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这个众生造作罪业，谁在造？我在造啊。那个众生在修善，谁在修善？我在修善呢。啊，你对待一切众生心肯定是清净平等觉，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修善，帮助他增长，造恶的，要有善巧方便帮助他回头，你不会去责备他。啊，你有智慧，你有善巧方便帮他回头啊。啊，也就好像我们身体上，咱们身体都知道，这是细胞堆积成的。啊，细胞是这些分子、原子、电子，越说就越多了。啊，如果我们这个细胞有一部分变成病毒了，那就好像什么？做坏事，那众生做坏事，迷失了自信，啊，他变成病毒了，啊，那知道我们是一体，帮助他恢复正常，不就没事了？啊，不可以责备他了。啊，有什么方法帮助他恢复正常呢？教学。诸佛如来天天在教学啊，极乐世界教学从来没有中断，华藏世界也佛如是啊，慢慢教，认真教，都回头了啊，你不教呢，他就随业流转了啊，他就变坏了，啊！中国古人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一个人能不受环境感染，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啊，凡人肯定受环境影响。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到极乐世界的原因。啊，极乐世界环境好。
纯善没有我。啊，所以我们纵然是恶的习气有，啊，带到极乐世界要带业往生吗？啊，那一边没有恶缘，啊，所以虽有恶气、恶习气不会发作，啊，没有恶缘，啊，在那里住的时间长久了，自自然然，这个恶的习气就没有了。啊，恶的习气，那个原始的恶习气，就是阿赖耶的四大烦恼，可以说是原始的习气，与生俱来的。那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从一体起二用，起二用的时候就有了，就升起来了。啊，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我见就是我执，执着生死苦。啊，我爱贪呐，我慢嗔恚，我痴贪嗔痴，贪嗔痴跟我同时起来的。迷了，这是自信最早的病毒啊！所以佛称这三个东西叫三毒烦恼啊！啊，明心见性就没有了啊！明心见性转烦恼成菩提啊，转识成智啊！啊，下面这个几句好懂啊，横遍十方，竖穷三极啊，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有一法先知啊，他在前，没有一法在他之前，他是自信嘛，是唯此心于诸法。啊，那么这个意思，这个大呢，就是还原观上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这个是大了。如复大时记，有物先天地，无心本皆了，故强名为大。富大师也是再来人啊，传说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在家居士啊，给我们示现的修行正果 啊，这两句话跟老子的味道非常接近啊，有无先天地，这个无是什么？自信啊，无心，这个无没有心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什么都不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那连想都想不到，啊，六根接触不到啊，这叫寂寥啊，啊，清净寂灭，啊，强勉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大，啊，
这些通通都是说的自信。换句话说，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叫大乘。啊，大乘法出自自信，回归自信。啊，这是自己，不是别人。如《涅槃经》云，所言大者，名之为常。啊，又云，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虚空。今此经中大乘二字。啊，正于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之净宗第一义谛。啊，从注经里面，通通讲的是自性。那么我们这部经也不离自性。啊，黄老居士把经中大乘作为比喻，啊，这个就是经中的人法喻，啊，注经立体，不外乎这三个原则。我们这个经里头是具足。有人，啊，下面会讲到，啊，大乘呢是比喻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心是真心，我们用真心去做佛了。真心是佛，啊，本来是佛，啊，用真心，那你就是做佛了；用妄心，这是凡夫。妄心有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有执着。真心没有，啊，我们今天的心是真妄合合，这妄心离不开真心，它从真心变出来的。为什么称妄呢？因为它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是真心里头没有的，啊，从起心动念上变现出。我们用现在话讲，病毒，这个细胞带了病毒，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不用这个东西，我用真正的心，那你就恢复正常了，啊，那真正心就是现在讲的菩提心。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真诚心就对了，真诚心是真心，是是佛，是佛心，啊，真不是假的，诚则不虚，用真心对自己，用真心对别人，用真心对自己是什么样子呢？清净平等就是对自己，对别人呢是慈悲，啊，慈悲没有条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什么没有条件呢？自他是一体，
一提就没有条件了。所以这个慈悲，慈悲里的是指真诚，真诚的慈悲，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正觉的慈悲。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对一切众生是用这个慈悲心呐。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真诚的慈悲，清净的慈悲，清净没有染污，真诚不是虚假的。平等里头没有高下的。正觉里头没有迷惑的。慈悲就是爱呀，那个爱才叫纯净纯善呐，没有丝毫副作用啊！能用这个心，就是佛菩萨。菩提心不发，你是凡夫，你出不了六道，出不了十法界。菩提心一发，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所以大乘的基本条件，头一个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不发，不是大乘呐。可是，咱们净宗法门是大乘教。不发菩提心，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这个关系重要了。怎么知道呢？你看这个经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里面所讲的，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乃至你修学其他法门，慈州法师科判定的为一心三昧，就任何法门，你只用这个菩提心去修，将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极乐世界法门广大，没有偏见。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乃至修学其他宗教，你只要临终把修学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全都能去，真了不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学。学用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这个心地常常要反省，清净不清净。什么叫不清净呢？里头还有七情五欲就不清净。平不平等，里头还有高下就不平等。不清净不平等，你就带着迷，你就不去了。由此可知，古德讲的经书不可不读啊，特别是佛的经书。为什么呢？只有常常读经，常常听讲，大家在一起分享，互相勉励，把我们的菩提心找出来呀。这个东西重要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三辈往生必须的条件。
你看下辈、中辈、上辈，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所以菩提心不发不行啊。哎，那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些老太婆、老阿公念佛真往生了，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欲知实质啊，站着走，坐着走的，哎，没有，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你问他不知道啊，他只会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细心观察他的起心动念、待人接物，他真有菩提心啊！他对待人真的是平等，真是慈悲。你细心去观察，你就发现了。啊，你问他什么菩提心，他不懂，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他真是用真心诚恳心待人，啊，所以他能往生啊。啊，你细心观察往生的人，他有没有傲慢？啊，他有没有自以为是？有这种心的人不能往生，念佛念得再好都去不了。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啊，我们要把这些毛病习气统统放下，这业障啊。啊，要常常反省，细心去观察，我待人接物有没有这些毛病？啊，毛病有自己发现不了，啊，人家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告诉你？你不接受就给你结冤仇了，何必告诉你？啊，老师对学生都不告诉。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我看到老师对学生，有的学生老师对得很凶，有打有骂，哎，有一些学生老师对得很客气，啊，犯什么过错提都不提，我们看得奇怪啊，时间久了怀疑啊，哎，这个怀疑被老师看出来了。找没有人的时候，他找我跟我讲。啊，你看到是不是有怀疑？是有。那个呢？什么人应该讲，什么人不应该讲，能接受的应该讲。啊，讲到什么程度，要知道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哦，这叫关机呀。这是学问，这是功夫啊！啊，真肯学的，真听话的，啊，对老师真恭敬的，真孝啊！啊，没有到这个程度，啊，你给他讲。阳奉阴违啊，老师就警觉到了，对他要有分寸啊，犯些过失不讲，不是不给人结冤仇啊，他如果有产生怨恨的，那怨恨将来啊，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何必给他结怨，让他生欢喜心，慢慢跟着学习，时间长了，也许他会就啊。所以这个度化众生呢，切机切理呀，机是根基，一定要知道。
啊，佛度有缘人呢。啊，那个真的好学生，啊，对老师真的有恭敬，打都打不走啊。那怎么会走呢？那个老师就一定要认真教他。啊，说几句很不高兴的，老师不会理他，再不说他了。啊，就我们看到老师跟这些学生不同的待遇，啊，这才明了，啊，应该要学习。啊，那现在，在这个时代，到哪里去找一个学生？天天找麻烦，他还欢喜跟着你，找不到啊，到哪里去找啊？啊，禅林宝训里面我还记得有个公案，啊，名字我忘记了，这大概从三四十年之前看的，啊，我还曾经讲过，只讲过一遍。啊，有个出家人亲近一个老和尚，这个大德啊，这老和尚看到这个年轻人就不高兴啊，哎，可是这个人呢，讲经他天天都在听，听得很认真。啊，老和尚无缘无故，他也没犯什么错啊。啊，责备他，呵斥他，啊，他还是那么恭敬，啊，还是不走。老和尚在叫底下的人，把他赶走。啊，叫他以后不要来，被赶走了。赶走，实际上没走。啊，他每次听经在门外，在窗口的，不让老和尚看见。啊，还是听。啊，过了几年，老和尚年岁大了，要传法。啊，他也躲在门外。老和尚叫传法，传给谁呢？去到门外把那个人找回来，再传给他了。后大家才晓得，啊，这是他有这些烦恼习气，必须要用方法折磨他，消他的业障。啊，所以古人，这个特别是选择传法的人，非常谨慎，非常严格。这个法世世代代相传，传下去了，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用古人这个方法，年轻人受不了。啊，不能接受，所以法就断了，法就灭了。啊，现在要求是自动自发，少了，真叫凤毛麟角。啊，真正发大心，就是对这个法认识。啊，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你在这个社会上，你能不变心吗？重名厚利，人心马上就变了。啊，你学佛，
学到最后怎么样？贫穷潦倒，学到没有人理你啊，你自己生活都不能保障，这时候怎么办？你还学不学？还要坚持，这人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啊，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他退转了，他就又搞六道轮回去了。啊，在这个时候能坚持，可不是简单事情啊。啊，他要不在这个法里头，尝试到真味，啊，真正理解，真有慈悲心。学好之后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续佛慧命，他就支持不了，啊，他会变心的。不是容易事情的，啊，不能受尽苦难，受尽折磨。啊，受尽羞辱，像忍辱仙人一样，遇到割礼王割戒身体，信心不退，啊，他成佛了。啊，割礼王杀了他，他成佛。啊，这个故事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真正知道这个好啊，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有这样东西了。啊，它真正能帮助我脱离六道轮回。真正能帮助我消除无始业的业障啊，所以经典成为法宝啊！我们可以说，只有这宝是真的，其他世间的宝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你要有这种认知啊，我一点也没错误啊，那真解决问题了。啊，我好像是在上个月，有个同学，我记不得是谁了，送我一本书，啊，就这本书，《凯撒军团》这本书，啊，我看了，看了，很受教育。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军团2100年，罗马凯撒大帝派出来的，干什么呢？想征服中国。从罗马出发，到中国来，走路啊。走了3年了，啊，到河西走廊，就现在甘肃这一带，啊，走这么长的路，啊，那个时候走路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车，啊，1/3是骑兵，骑马的，还有1/3是步兵，啊，到达中国来的时候。人大概就死了，在路上啊，死了1/3。啊，到达新疆的时候，啊，在那边
打了几次仗，死了很多人。到河西走廊的时候，那个军队10万多人呢，大概只剩了1万多人的样子。啊，几次战争到最后，真的全军覆没，只剩200多人，全部自杀了。2100年，这个军团里面的鬼魂，现在是孤魂野鬼，很活跃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身有生灭，灵魂不灭。啊，那我们知道灵魂不死，身有生死，灵魂不死，怎么要替不死的那个打算呢？啊，生生死不要紧啊，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大问题。死了以后，当然最殊胜的是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走的这个路子啊，这是一条无比光明大道啊！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就跟慧能大师见五祖一样，我来做佛的。我们到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你来干什么？我来做佛的。阿弥陀佛一定很欢喜。啊，所以记住，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去做佛的。啊，不是做佛的，人家不收你啊。啊，你发说我来做佛的，这叫菩提心发足了，那真的发菩提心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所以从前李老师教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聪明人要有前后眼呢、啊看到过去，看到未来，啊，过去在六道轮回造种种罪业，现在我们看到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将来选择这条路，啊，这一生当中，什么都能放下，我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到底，走成功，啊，那你就一点都不错了。啊，要学种种法门，到极乐世界才学。啊，今天所有一切这个精力、时间，全部用在求生净土上。啊，决定成功。啊，大经大论都想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所以我过去常讲啊。四弘誓愿，咱们现在就修前面两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要发；烦恼无尽誓愿断，咱就干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留到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完成这两愿。稳稳当当。啊，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啊，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我看将来，我的看法不会超过5年，宽频网络啊，进步太快了，取代了卫星，就更方便了，啊，卫星的成本高。啊，宽频网络便宜，啊，逐渐成本降低了。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怎么用这个工具，
都像在一起学习一样。啊，这是一桩好事啊！啊，讲经的人少了，但这工具弥补了。啊，还是希望真正发心的人认真学教，续佛慧命，正法久住啊。靠谁？你期望靠任何人都靠不住，靠自己。我行吗？只要你发心就行。为什么？诸佛如来加持你，你不发心，他想加持加不上。真发心啊，真加持啊。啊，实在说，我们有什么能力啊？啊，无论在德行，在学术，跟古人一比，差太远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么多年，在讲台上，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全都是三宝加持。我跟大家讲真话了，三宝为什么来加持我呢？没人干了，我发心干，啊，就加持上了。你要发心干，他就加持你呀，啊，他发心干，佛就加持他了。啊，佛没有偏心的，谁真发心，就得到真加持。啊，这个里头有一条，啊，是佛菩萨加持你的最大的障碍，是吧？名闻利养，有了这个东西在里头，夹杂在里头，佛加持的力量就没有了。啊，你只要能够远离名闻利养，啊，那个加持就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强烈，啊，就发心就行了。那么经此经中这大乘两个字，比喻的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经中第一义。啊，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成者大，齐心念佛，念念作佛，故所成者大。这两句话是经中的精髓。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敬重的信心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的开示里头，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跟这个话意思完全相同啊，听起来还更亲切。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为什么？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一个人心清净，别人心不清净，那这还是净土吗？是净土。你清净心，你住在这个地方，感觉的就是净土。为什么？境随心转啊！
你清净心不能转境界的话，你的说明你的心并不是真清净，真清净真转境界了。释迦佛当年在世，我们看到跟我们住的一样啊，一样环境的。实际上他住净土，我们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晚上休息在大树底下打坐，树底下垫的一些草，用草铺一个座，他在那打坐。菩萨看到呢，不是，菩萨看到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坐在金刚宝座上。不是坐在底下，那到底哪个看的是真的呢？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那个宝座是你心里头现的，你心清净就看到宝座，你心不清净看到他草铺的座子。说明真的境随心转了，一点都不假了。所以我们相信，身体不好没关系。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只要把心态调整，你的病就好了。中国有些有名的老中医。他们在这个诊断治疗，告诉我们，病治好，70%是心态，医药起作用只能占30%，所以心态好，这个的病很容易治好。心态也不好，神仙都治不了。不是别人心态能转你，是自己转自己，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态好，身上什么毛病都没有。我们心态好，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山河大地不会出灾变。为什么呢？环境也随我们心转。我们的协会，这几天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我们大家一起认真的来修六合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对自己来讲，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万事如意，还有更大的一个作用，香港广东这一带的地区没有灾难我们这个心态一转了，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你看自度就渡了人自救也就救了这个地区了这是迷信吗从前一般人听的是迷信，现在有科学证明昨天有同学在网络上下载了一篇，就讲这个事情，哎呦，太好了量子科学家讲的。我们能相信，我们能够接受，下面说，又能修者，即是世心是佛之心。
所修者呢，是世心作佛之心。能修所修啊，只是一心，即心即佛，心佛不二。这些都是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对经教有信心了。为什么呢？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了，我们得到了。一点都不假了，老师没骗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得到了，越到晚年越自在呀，明年。我学佛的60年，明年整整60年，讲经53年了，我学佛7年出了讲经，讲经教学，一生没有改变方向，就是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是私塾的老师，因为他没有正式办学校，私塾老师，不，学生很多，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1255人常随弟子，不是常随的，临时来的，我想不在这之下。所以他也很快乐，这么多人跟他学习，法缘殊胜了，法喜充满了，所以他越教越高兴，49年没有一天休息，那么佛灭度之后，一直到现在，影响这么大，得影响到全世界。正法久住，续佛慧命，靠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发现，要真干。现在世界，佛教有6种形态，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走的路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学佛是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得到教育的好处，我们发心，把释迦牟尼佛是称信的教育。应当要发扬光大，要普度众生，那就是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我成就了，就得讲经，就得要教学，到哪里去讲呢？到人家家里去讲，人家家里2-3个人，那2-3个就是我的听众。每个星期不要太多，太多人家烦你，不喜欢我就赶走了。一天，一个星期一天固定的，你去找几家，星期一到张三家去，星期二到李四家去，你天天都在练讲，慢慢就讲成功了。这些听众呢帮助你，可以同样讲一部经，你看一个星期7家。
一个星期同样东西讲七遍，好啊！啊，能够保持三年，你的根基就扎稳了。啊，讲完之后，要请听众啊指导，啊，要虚心接受。啊，讲完之后再研究、讨论、分享，效果就很殊胜了。啊，我们过去在台中学经教，就用这个方法。啊，所以跟这个佛友要结善缘。啊，为什么呢？他让我到他家里去讲，结法缘。啊。老师没办法了，联社图书馆讲堂就一个，啊，学讲经的同学20多人，那怎么分配呢？啊，讲堂的分配讲经，一年难得分到一次，啊，所以时间太少了，啊，太少，一曝十寒，学不到东西，这个东西要天天干。啊，天天干的办法，哎，就是多结善缘，到同学家里去讲。啊，真的锲而不舍，他就会成功。这几句非常重要啊，能修所心，所修啊，这是一心。啊，即心即佛，心佛无二。又可云，能修者即是心是佛之佛，所修者呢即是心作佛之佛，自佛他佛，只是一佛，自他不二啊，自他完然，能所不二，修正不无，超情立见，强名伟大。这几句意思就深了。但是所讲的句句是真话，能修确实。是心是佛是谁？这个佛是谁呢？自己。啊，所修是心作佛之佛。是心是佛之佛，是你的自信佛，你自信本来是佛，可是现在迷了，迷失了自信的，那就得所修了。啊，所修呢，是心作佛。我们今天最重要是作佛。你本来是佛，现在又要作佛。你想想看，你能做佛吗？能，为什么？你本来是佛，你怎么不能做佛呢？圣凡总在一念之间呢，一念觉就是佛。啊，我今天凭什么觉呢？凭大乘无量寿经。啊，只要你不舍弃大乘无量寿经，这经帮助你就啊。我们天天在学习，就是帮助我们就。啊，不要找别的麻烦，就这一部经。啊，但是真正要成就，基础要好。古人好难得，从小就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啊，那么我们这一代，啊，上面几代都收获了这桩事情。啊，我们一定
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十三页呢，可以用我揭露的解本，非常简单。我揭露的好像大概只有600多字，啊，我看印出来的时候在一张纸上，啊，无量寿，就是十三页道经解本，啊，过去。藕益大师有一个解本，啊，适用在那个时代。我的解本适用在现在社会，啊，所以你只要有《弟子规》《感应篇》的根，啊，《感应篇》里面讲的善恶果报，一共讲了196十五桩事，195桩事情，啊，这个《弟子规》里面是113桩事情，啊，先把它念熟，啊，然后用这个常常检点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再学十善业道，一点都不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